嗨，各位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一款那个，WiFi 蓝牙哈，WiFi 可以设影机监控的哦。我们这一款呢是直接跟厂商啊研商价钱哈，我们这个是高清1080p 的，可媲美外面在卖的号称那种所谓的200万画素以上的哈，这个。画质好不好？待会我们就可以一比较就知道。市面上很多你看到有很多那种便宜货啦，哦，那个顶多啊720p， 哦，甚至到960，哦，你要拿到1080p 就所谓的 Full HD 值的画质哈，不容易，哦，然后我们这个是 HD 哦，高画质，哦，1080p， 哦 ，WiFi 的哦，哦。各位可以看这个，好，它的外观好，我们现在要打开来看一下哈，它里面呢，哦，有说明书，好，我们看到它这个就是它的机子，哦，这个机子呢，好，我们先来看它里面的配件了哈，这个背后，哦，可以让你钉在木头墙壁上面，哦，你都可以，天花板上面都可以，哦，这个就是它的。底座架，哦，底座架你可以锁在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可以锁在墙壁上面，哦，你这个东西呢，你就可以，哦，完全就是可以锁住，哦，锁住，哦，那你就可以上下高低，哦，然后它有一条，哦，国际标准的，插头110到220的，哦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拿开，先把它拿开 ，OK。这个呢，它后面有两根哈，哦，可以让你接收 WiFi。现在我们这个哈，哦，跟厂商情商特价的哈，哦，这个价钱利润哈，哦，我们就是用回馈机制，卖多少我们才会有利润的。这个东西给你就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。特价的东西，哦，它还有，哦，夜间夜视4颗哦，红外线的哈，哦，可以晚上你在拍照的时候画质非常的清晰啊。好，那，哦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东西你要使用之前呢，你的手机可以先下载，哦 ，QR code， 你只要下载 QR code 到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使用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啊，哦，我们。可以来跟它装装看，哦，它的效果是怎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插线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用手机，好，我们手机先来把它，好，手机 OK， 可以先，我因为我们事先有先下载了哈，哦，你手机下载了以后呢，哦，你只要点上去，哦，就开始会有所谓的可以拍摄了。哦，这个镜头画面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。哦，啊，这个我们都中文界面，哦，非常的容易，很简单。你只要下载完了以后，它就很简单，可以中文界面。哦，你看有看到我的手了吧？哦，哦，这个手机这个可以把它摆横的，你摆横的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哦，对，你可以摆横的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得到我的手。哦 ，OK。这个都是可以拍摄，哦，可以看得到，哦，有没有看得到，哦，它可以缩小放大缩小放大，哦，这个画质，啊，非常的清晰，哦，各位可以从萤幕上呢你可以看得到，哦，非常的清晰，哦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各位看着手机的镜头，哦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呢拿到外面，哦，来拍，我们先把它拿到外面来拍拍看哈，好，各位有看到了吗？外面的角度，哦，也可以360度，哎，那个上下100，哦，可以720度上下左右，哦，可以试试看给各位看，哦，画质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清晰，哦，左右，哦，左边右边，哦，各位都可以用手机就可以操控了。哦，上下
好，上下都可以看，看得到。好，各位有看到了哈？好，各位有看到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因为这个画质可以给各位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视的，啊，电视的画质，啊，有看到吧？哈，电视的画质 ，OK， 好，它可以跟上下左右。哦，可以看得到，啊、哦，它夜间拍摄的效果也是很好，夜间拍摄的效果也是很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拿这个东西，我们先拿来去看夜间的效果。好，各位有看到夜视哈，这是因为我们把它盖在棉被里面，各位可以看得到它夜视的效果，也是可以上下左右啊，可以看一下哈，这个夜视效果非常的好，哦，各位有看到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拿开。好，各位刚刚有看到这个所谓的哦，这个画质，好、哦，这一款呢是高清 1080p， 效果非常的好，哦，各位可以看得到了哈、哦，这个效果非常的好，好、哦，好，各位可以从手机上可以看得出来哈、哦，好，你手机上都可以啊，它还可以设定，哦，所谓警报，好，我们现在来设定警报的作用，好，比如说你把它设定了以后，在家里把它设定了以后，好，这里面都有中文界面，好，报警报，好，你把它打开，好，你只要有东西在前面面前，好，你比方说设定一分钟，好，那么你只要有东西在前面晃动，哦，它就会有所谓的警报器会响，哦，这个声音是从摄影机里面发声音出来的，所以它声音非常的大声。好，那我们如果在外面，这是在家里面设警报器，我们现在在外面，好，我们如果人在外面哦，工作或者是什么，你把它设定手机会震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设定。设定手机会震动。好。各位可以跟他看一下哈。当如果说东西有在前面经过晃动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呢是会有震动的，好、哦，是会有震动的，好、哦，你看看你的手机，那因为我们这个有声音，好、哦，你可以靠近一点，可以各位可以知道，好、哦，你的手机会震动的，好、哦，刚刚那个因为震动会没有办法听到，可是我们手机就是会有强烈震动，哦，还有我们这个也可以对讲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可以来对讲。好，我们先来把它设立，好，手机可以对讲。好，如果说你在外面，啊，如果不要用电话，啊，可以跟家里的人，好，用这个来对讲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外面呢，哦，它有一个麦克风，啊，麦克风这个头在这里，就可以跟他对讲。对讲的时候，在你的手机上面都是可以，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设定一下。好，有没有听到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在设定那个麦克风哈。你回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操作界面是很容易的，非常容易。好 ，OK。
好，你拿过来了。喂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你看哈、哦，刚刚讲有讲话哈、哦。好，手机拿过来。有听到声音，这个就是手机传出来的声音，好，现在换手机换这个摄影机的，因为太近的话会很回收，好，有听到声音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一款呢非常的好用，这一款非常好用，你可以对讲啊，在家里可以跟，那个你可以跟家里的人对讲啊，讲话什么都很方便。所以它警报也很大声哦，警报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大声哦。所以我们介绍这一款呢，哦啊，那个1080P。